给大家放在这里，我马上回。全军出击！悲惨，有一股令人愉快的味道。哇哈哈哈哈！来把塔姆龙。你见过我老爸吗？他就像你一样混蛋。又一份点心。点闪现了，我坑都没好。任何有深度的东西都是虚假。哎，这咋还没升级呢？没什么。打不了居然不是智能施法，谁给改的呀？插个眼儿的，看看这佛爷哥什么时候来。我正在寻找可以进入我的领地的蠢货。你俩好玩。快跑！哎呀，回血，怎么老是人家家打野三级来啊？炮车经验吃到没？还没吃着，吐了。真可惜，我必须回去消化一下。所有造物生来都是饥肠辘辘。俺们家这打野，人家都打完刚开一波了，人家在野区啊跟对面打，还没打过。咱也都不知道这野到底是怎么打的，这都是不可能的，难呢。我拒绝屈服于烹饪水平的退化。这把还是得要个振奋的。现在我们可以玩新体验了。好痛啊，喜欢走位点点，吃个药。我的炮车好像丢了，我们敞开的去。猴子给你们打过点。五分钟打个爆破。流口水说明在饿肚子。吃个塔皮吧。真正的饥饿感是无法被缓解的。我应该能出出来勇渣呀，那还行，我们这就没伏笔啊。正好等会儿血，等会儿血，
来个勇刀。真正罪恶就是克制自己的渴望。这把中路亚索一看就还行，他打蛤蟆居然没崩，而且还是送个双 buff， 你打到现在才打到四级吗？甜蜜。舔住，走位啊，使劲走来，搞你，呸！新的口味，捡人干啥呀？想给我抱回去啊？那能让你如愿以偿吗？世界就是一条河流，回家啦。先来小反甲，等会儿蓝，再来个小皮孩。Shut down。每颗心脏都有他自己的饥饿，他无法坚持下去。两平静的东西，好爆，点住。我还是比较怕这个碗猴的真实伤害，最好是别吃它中间。这波福耶哥可能来啊，在这等着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他必出来，出来就把他杀了，顶起来就杀，让他先补刀，先补刀，点，瞅你，给他吐出来，呸！哎呀，这战兵堆里头舔不着，太难受了。
看见福爷哥了。走。什么能摆脱饥饿感？来，干他！好送啊！蓝 buff 不错啊，打个峡谷来。我个人感觉晚猴还得过来，在这等着来。点，点住了，没事，你继续打就行，咱们不用管我。140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那出门就拼，那必死。哈姆的英雄就不发对拼，就一直拼。点，点，扣你，啊，推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顶！大屁股太惨，来！顶！我天！算了，没补到就没补到吧，怎么地儿吧，回家了。2500加1700等等。那钱不够啊，预判顶。散心。来。不行就杀婉豪，顶！干他呀！顶！吃我一口！先杀福爷哥来。点住！哎呀，人头啊，兄弟呀、啊！最好能再加个800。我把二塔拆了吧，这就有钱了。往这边走啊！他给我杀顶，走，给我下当了。把这俩麦克来个布点还
完了，螳螂撞墙了。先杀的福爷哥，这英雄可恶心了，先把他杀了。应该淹没在我的庄严之中。回家出完装备，我可就不是刚才那个塔姆了啊！走，这边 ADC 干他一波，这指定得推吧？这不推，真正的嗜好从来不会动摇。哼，跟我抢东西。这玩意儿虚虚那么高吗？我的盛宴从苦难中出现，马上来，兄弟们，马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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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顶！往我这儿走！没人管我了，全去杀 ID。 完了，全死了，这人太他妈多了，咋这老些人呢？五个人啊！就不该去，确实是不该去。我尝过那些，他们家三条小龙呢。平静的东西。罢了，你拿吧。你拿就你拿，先打一波团战，顶！一下，再顶！死几个呀？死四个，闪现！靠，这里头有眼儿。开中吧。快打呀！别打了吧！快过来！看来此地不宜久留啊！你快点过来，顶！瞅你，你还想回去？往哪走？
好，对面要打大龙，快快快快快！泰坦死了已经。大龙打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快嘛。顶。我血了。螳螂呢？不到啊。翻盘应该翻不了。没什么能摆脱饥饿。除非对面把夏德小龙拿了，然后对面 ADC 无敌了，那行。风味的浓郁度，就是让人流口水的动力。先小龙再打架，我先回家出个反甲。吃撑了是不可能。等我来啊，等我来，等我来。点。口你。先杀对面 AD 呀，我操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呀，这怎么打的呀，这是啊，我的兄弟们呢。我在天上都没下来过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天上怎么回事，就在天上就一直飞。现在这几个又打不动，一杠十都打不动，现在这几个又打不动。一杠十都打不动的话，那几杠几能打得动呢？开玩笑呢，这是。起。可以追，这不能让他走。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往哪走啊？现在主要是对面这个 AD 呀、啊。有点难办，你知道吗？对面的 AD 有点难办。沙米拉得杀。真正的饥饿感。他没死就行了。
的真正作用就是他们下去。等一下翻身，别往出追，别往出追，别往出追，等我开。先杀对面 AD， 先杀对面 AD， 杀完 AD， 然后再杀佛爷哥。我就上路收一波，你咋又回家了？你老回家干啥呀？家里头有谁呀？我操了，那回什么家？叮，错人了，顶闪现，点了没？先杀对面 AD， 我操！完全没有歉意。沙漠玫瑰没杀了。给我爆飞了，我一点办法没有啊！哼，沙漠玫瑰，要个啥也没用，这把得靠他们，跟我们没啥。我大招留着吃沙米吧，我吃不到他。那晚豪给我爆飞了，你说我上哪吃的呢？我来聚酒吧，我这出别的都没用。走，哎，来，黑大龙，好。你杀个这个圆骨龙大龙不要。我尝过那些不那么让人平静的东西。兵线就算了，赶紧打。他们出来很慢，今天来不及，快点打。赢下来送，操他妈，有圆骨龙都打不过。哎呀，巨巨呀！其实他们装备也都挺好，就是少点控制。愤怒的积攒，最终每个人都会在下一步。不过也不用投降，不行试试看，再打一打。
这碗豪确实是没啥装备，那碗豪就两件装备，全场最低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不平。我其实都应该来个十五，十七级。爸，别在那玩了，快点出来得了，拉倒吧，打不过那 ADC， 打不死你。虎龙龙魂加上这没啥控制，控有点少。